有时候你认为说我已经这么认真修，这么认真在办了，为什么还会发生啊这种事情？你看那议员，他当了一个议员，太太叫做小脑萎缩，小脑萎缩，他还是推在这个地方听课，就把他借着这一个多钟头这种心灵的洗涤，你就把他当成这样去接受他。哎，啊，个人的灵力是不一样的，不要为了某件事情啊就来退缩。所以啊，我们每年能见面啊，每个月能见面啊，每天能见面啊，哎，缘分呢，有时候常常问啊，认识我10年的几熟，10年以上几熟，只有一个人，10年以上只有一个，周中兴也超过30年，10年，10年以上几熟，对，10年了，你看10年呢，兄弟有时候都没有10年了，对不对？请坐，兄弟有时候都没有10年了，对，有的住了很远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。你看，这个就是缘分，要去珍惜，一定要去珍惜。但是有的人半路上是怎样，就打退堂鼓了，都有可能啊。某种的因素因缘之下，你就离开都有可能啊、哦。所以要以人存心了解上天所赋予给我们的使命，遇到困难呢，绝对不能退缩。好、哦，每一件的困难，就会造就了你的成长。真的，有时候我们在做事情，你看我这一次去山东，有去周公庙。周公当初受到武王封的时候，封地的时候，因为他要辅佐成王嘛，所以他没办法到封地这个地方，他就派了他的儿子。如果周公啊，在半路上如果死掉了哈，人家一定说他呢是坏人。王莽啊，如果没有到结果哦，人家会说他是好人。以周公这么忠心耿耿，为国家为百姓，你看，还是有人说他的坏话。他有两个哥哥去。西汉纣王的那个儿子，那个叫什么庚啊？武庚吗？啊？就最后那一个武庚嘛？对，叛变自己的亲兄弟哦，连周公做到这种程度都还是有人说他了，你就把他当做这件事好事。有人说你啊，就是在提醒你要非常谨慎，嘿。非常小心，那相对也是一样，做人的一件事情，一定都说多多少少有看不习惯的，那表示第一件事情你已经有在做了，你有在做了，哎、啊、呀，没有经过一件事情的发生，做了之后产生这个结果，人家说好说坏都有可能，但是你接受到这些夸奖批判。在你的心灵上，你都能处之泰然了、啊，就表示你的境界也在提升了。所以我才提醒说，这一次白羊起的修道啊，他是在修人事道。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去参与工作？你参与工作下去之后，你才晓得你的境界是多高。参与工作之后才晓得嘛。来，你说一个交通指挥，这个人该不该再给他进来？这个脸上又没有写说他是长官，他是领导都没有写，客人来贵宾来，我们分不清楚，有时候多多少少也会有点差错呢，对不对？对，站在那边晒太阳，哦，又那么的辛苦，得到好处没有了。得到坏处是机会是有的哦，是有的。哎，当你
在厨房煮菜，你的盐巴应该放多少？好，放一汤匙下去。有人说刚刚好，有人说煮那么咸，有人说呢，盐那么贵吗？怎么煮得这么淡？因为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。我到山东去呀、啊，哇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们这里的人的肾脏应该会很差才对。他说怎么会差呢？会差呢？我说吃这么咸呢、啊？怎么会吃这么咸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太淡了，太淡了哦。吃咸会不会冒汗？会不会冒汗？我都吃到冒汗呢，怎么冒汗？那么咸？他说我特别交代要淡一点，淡一点，还是那么咸。他已经特别交代，如果没有交代了，吃盐巴就好了。那习惯了，因为大概是比较冷还是怎样啊？什么盐我不知道，但是就是那北方的口味就是那么重，啊，尤其我们平常就清茶，清茶淡饭，哦，所以就感觉很那个，所以还是要沾一点水哦，再吃比较轻松哦。好，再来，崇道尊呢，降化这种灾厄为大同，哦啊，就人人向善行道，将能呢，将这个世界呢化为祥和的大同世界。所以如果有发生什么共业啊，我们每一位家人就说了啊，我们办得不好，这是我们的错，哎，因为做得还不好才有共业嘛。包括旱灾也是一样啊，火水灾也是一样，所谓天灾人祸，那个都很多，所以旱灾和水灾那个都是共业啊，地震也是共业、啊，哎，这个地方的人共同要去承受了啊，这个没有水的困难，哦，还是说水太多的困难，都有可能啊。但是只要你大家认真修办，每一个人的心灵上越来越和谐啊。这个台湾的讲，人哪叫得力呀、啊？踢得叫尬技呀、啊，对，你没有感觉说那个垃圾啊，都倒在哪里？垃圾呢？到哪里？倒在垃圾堆啊，垃圾要倒在垃圾堆，哎，所以这个地方的人，如果他的心灵不好，心性不好，自然而然那个灾劫会比较多。你没有感觉说？像非洲很多地方，它已经够可怜了，已经很可就很热了。你看到他们的头发都剪剪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那黑人的头发都跟人家整个我都剪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他们以生之来是剪的，你到那边去头发是剪起来，每天都十几度。那个太头发晒阳一太全部也是剪起来，哎，奇怪，我到那边去怎么都剪起来，每天太热，每天都烫头发，就像在美发店里面烫头发一样。我们的美发店的烫头发那个也没有四十度呢，那个才三十几度啊。啊，你那边四十度会不会剪起来？会，你那边就自动会剪起来。哎，那时候看他们皮肤那么黑，你去会不会黑？你没有感觉我今天比较黑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黑起来是比较好看的、啊，说实在的，只要黑都有人说，执行长现在比较健康哦，比较好看哦，没有什么晒太阳而已嘛，因为坐在那边，大会开始就开始坐着，哦，我一直流眼泪，老板油啦，都没得太亮了啊，贵宾呐、啊，贵宾就是很贵啊，所以我们要盯着要慢慢擦。太感动了，没有什么感动，也没有什么节目哪里有感动，老网友，太，要不能闭起来，因为镜头都照着你，知道？总共七个人，你能闭起来吗？不能闭呀、啊，啊，你要不能装这样，还要装这样，还要装这样，对，所有镜头、摄影机都卡在那个地方，嘿，哦，后边都一直汗都一直滴一直滴，好在他们这次大家谈的时候，我们不穿西装，这次大家讲好了。两边都不穿西装了，但是还是输掉了，还是输啊！晒完之后，大会结束之后，第一堂课就是我讲的，啊、哦，真的是哦，有点庆烟呐，就有点转了，
哦，晒刚好晒好晒好，就进去就轮到我讲课，哎，听说也讲得不错了，慢慢讲。那现在要练这个慢慢讲这种方式，哈、哦，好。华江海，怀亮不朽千杯乎了哈、哦、啊，就是说笑华江海，大度能容，含纳百川，千杯的这种胸怀，哦，这个就是你修的境界。你看这个海啊，在那边，我们所有的水，小水沟污染过了，没有污染，有没有污染？哪里的水沟一全部流下去的时候，哦，这个还是海还是把你接受了，他还是把你接受，好、哦，他们也没有说你是这个水脏不脏还是怎样的，哦，他说看你的度量有多大，哦，所以不管怎样了。我在盖白羊山，我就要谈到，我们第一，我们要安的15尊的啊这种佛像，包括前人走过的路呢，我们都要把它留下这种足迹，留下这种痕迹，这个叫包容、接受、包容、接受，一定要有这种心胸呢，一定要有这种心胸，哎。你把那些历史轨迹写下来，才给后面的人有那个机会来效法前辈所走过的路、哦、你的格局，你的度量有 多大，你的格局就有多大，这是一个相对的。好，殊意境界呢，无疵乎气恢宏、哦啊，这个思维境界，这个欲望啊，人都会，哦，包括我也都会，人都是有欲望的，但是呢，喜怒哀乐啊，未花未之中啊，或者皆众结啊，未之合，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合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处中和，天地未言万物欲焉哈。人都有欲望，但是我们不要将这个欲望无止境，那人就会很痛苦，很痛，因为永远都没办法满足你嘛。所以有时候你说谁是有钱，谁是没有钱，哦，谁什么人是比较富有？哎，你知足你就富有了，如果不知足呢，再多到无限大，还是没办法满足你，还是没办法满足你。而且有的人是喜欢什么东西，喜欢的死气活来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：人世间所有的东西，都是借我们用的，包括你自己都借你用的。你没有感觉吗？有。等等，连你都借你用的，哦，真的，不要没有那个事，没有。那个物没有那个人，你就痛苦。哦，只要是这样，那个就是痴迷，那个这个叫做痴迷，因为这个人、这个事、这个物没有的时候，你就很非常的痛苦，就是你已经执着在那个里面了，执着在那个里面了。哈、哦，好，所以只要修除欲念，回悟自己光明的本性，哦，你的道气啊就会辉煌不凡哦，辉煌不凡哦。来，是我存着。坚毅的志气，为什么一个人的修办道，他没办法持久，没办法坚持？我们为用人的机心，人用人机心，第一件事情要怎样？不要杀生，是不是？是，是不是？是，不要杀生嘛，就要清口如素，就要清口如素。哎，所以另外我们就会靠着这个忏悔。也去爬山的时候会被压死蚂蚁啊、哦，应该去溪头比较不会了，溪头比较少，但是爬这一般的这种小山都有那种蚂蚁整个走过去，很多了很多哈、哦。好，就是说你有没有存着坚毅的这种志气哈、哦？